是偶像，要慢一点。也这样尴尬了。Oh!
好了，读得很妙，即便不管是读书的，还是玩团的，还是无所事事的。他们给他发片了，他即将摆脱自由业。我们搞地下音乐的，其实我们的明天在哪里？这个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干就对了。持续的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就是你的了。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蛮干的兄弟，那台湾的市场怎么办呢？如果没有你们这群挺身而出的人，那我们这些乐团怎么办呢？愿意支持地下音乐 ，OK？ 爱你爱的音乐 ，OK？ Rock 到死就好了，不要求那么多，到死就好了。是哪个屎啊？有屎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屎，还有那个屎。很多看你要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不要在乎人家眼光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别人说太多那都是屁。支持你想要的那就对了，一起迈入20年。你就会知道，到时候我们已经拍了8支纪录片，或者是超过到15支了。对，哇！继续支持我们原住民青年创业这个。结果哇！其他刷下去，他们就知道是什么歌了。刷看看。没有了，就是接下来他应该要剪动画，对。而且是我们要落泪的话。署名即将离开台北一年，或者也许他失业了。我想回台东了啦，我先回去台东了。我回台东一年了，等你们啊，等你们失业啊。我没在怕的。署名的任务是把每段铲平的。请你说爱我。香港的位置永远是我的。捍卫主人，捍卫主人，记者签上。小本生意，记者签上。捍卫主人。看我干嘛？捍卫主人记者上。今天有看到这个捍卫主人记者签上的摊位吗？身体力气，弟弟他们很辛苦啊，他们特别从台东上来台北的，就让大家知道，我不喜欢讲这样的决定、坚定、决心。我觉得我们不喜欢讲那么沉重的问题，但是稍微提一下了。要挺到底。其实我们很好相处的啦，在一年轻中。我们都是直接去，对，就是讲的话就讲的话就讲太多又太假，知道吗？我们就是直接参与那个活动，包括对不对？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下去跟着对不对？族人们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情啊，包括搞不好下一次是不是到我的家了呢？我也要再想一下说啊，现在
下的政府都玩这套，你干嘛呢？那边不就是你的墓地吗？你要给他编一个公园吗？人家敢去那里吗？最夸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们在部落要盖停车场，我靠，他把那墓园要盖停车场，那干脆部落画红线好吗？还是一样啊，我们讲那么多的爱护土地，讲好听一点啊，我们跟土地拿多少，我们就要回馈给我们的土地啊。我们跟文化拿说，我们就要付出给我们自己的文化，你跟自己拿多少，就要付出给自己多少，土地最棒。我却在这